求桃花，有人求财。据说鲁师爷向来有求必应，一边念咒语，一边在信徒手上刺经文，名为招财手的秘法，据说还能让人财运大开。还要在手上贴满整整108张纯金金箔，才算大功告成。看似华丽无比的泰国秘法，真的有办法使人财源滚滚吗？据说有信徒就因此转运。那因为工作的原因，就是不是很顺利，那身体又出了状况之后，所以刚好就那个工作上面就是变成无业嘛。走投无路的失业女子，落着三餐不继的下场。据说，正当她人生绝望之际，就是靠着这位阿赞铁木尼师父，让她重获新生。仿佛财神爷降临，信徒靠偏财运度过人生难关，说来真离奇。而号称走过生死，阿赞铁木尼的经历玄奇又神秘，因此成为泰国地方高僧。之所以到台湾，他说是为了利用白魔法帮助更多迷途的人，但他强调天助自助者。唯有积极努力，心存善念，这些秘法才会见效。